青春大事一人，我会改正的。左手边的街灯又会为谁灿烂？年度青春大事一人，关晓。好吧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然后非常感谢腾讯视频给我这个荣誉，然后对。然后而且我先打个广告吧，我怕一会儿忘了，就是极光之恋也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，然后可以感谢我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感谢我爸爸妈妈，感谢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人，然后还要感谢支持我的粉丝们，我会努力学习，然后进步我自己。哎呀，不能再说然后了，又该被人 diss 了，控制一下我自己，就努力加油，用作品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晓彤。谢谢你，大家会记得你这一下的鞠躬的。谢谢晓彤，谢谢哥哥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这是最早一个跟我说拜拜的哈。还管你叫哥哥。我的年纪还担得起这个称呼，叫叔叔我才吓人呢。好吧，那我叫对，那我叫鹿晗什么的不好说啊。好朋友。我帮他拉一拉裙子，嗨。